雷克萨斯全混动科技，既满足驾驶激情，又肩负环保责任。没有人，尽享天下者，方可证明。有没有人呢？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江苏卫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好了吗？真的可以看到了吗？那为什么我刚刚用没用苹果就可以？好气啊！Hello， 晚上好。卡呀！好吧，我放弃了，放弃直播这件事。拜拜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拜拜。委屈。原不是说卡吗？真的不卡吗？真的不卡吗？突然不卡。我现在在等待演出，等待演出，然后我在一个角落里尽量的去寻找那个网速能够让我给大家直播。我在江苏卫视。对啊，我在江苏卫视啊，不冷，澳门一点都不冷，澳门可暖和了。我本来想给大家直播跨年的，结果我觉得你们好像不是很想见到我。觉得你们好像不是很想见到我哎。我还会上，可以期待一下。那种感觉你们好像已经看到了，就感觉你们好像已经知道那个，知道歌单了，是不是？我讲的，我忘了。成员都在其他地方。这是我找到最好的最好的角落了，最有信号的角落。好的，每天晚上与你相见的小学生日记，我是 CH48 Team Max 的成员，一代可以叫我水水或者二水。哎，你们很多人现在应该在剧场吧？对啊，我在江苏。人这边缺啥事？你们心中这边缺啥事？我现在好困哦。对，我在澳门，澳门不冷，澳门可暖和了，也不能说暖和吧，但是就是比起上海来，比较暖和很多。偷拍啊，不行。后场的时候，大家现在在一起看电视机，电视机里面有那个江苏卫视的那个跨年嘛，我也在看江苏卫视的跨年。加班的加油，没关系，加班了就。就意味着过年有很多很多可以好好的过年了。
蓝山在跳小天鹅，厉害死了！家乡话说的是新年快乐，不会耶。对，我们好像是很后面嘛，还要等很久。但是不知道要再过多久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吴亦凡凡的表演，然后在那之前我以为孙老师孙红雷老师，对，因为电视里面有那个电视机的声音，我在休息室哦，给你们看，我现在在门口，我在门口蹲着，因为这里信号比较好。因为我一边充电一边给大家用这个手机在直播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插耳机。为了给大家直播，我现在蹲在小角落旁边，就是垃圾桶，很可怜。不可以睡觉，睡完觉妆就花了。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也能够新年快乐，就想跟大家说新年快乐。吴亦凡的侧颜也好帅，侧颜有啥好心疼的？没有啊，其实待遇很好的，只不过我为了寻找信号而已。江苏卫视。觉得很棒，没有看我们就是那个其实太闪观众只我一个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表演的欲望就那么强，哈哈，被洗脑了。阿丽丽阿丽丽阿丽阿丽丽，那个是不是很洗脑？当初一开始听到 demo 的时候震惊了。阿丽丽阿丽阿丽阿丽丽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江苏的跨年舞台真的好好看啊，好厉害，好棒。就是我们在休息室里面看那个叫什么转播嘛，然后惊呆了，舞台真的很棒。舞美好棒，好厉害。给你们看一眼吧，我们休息室。大家都在看那个录播。其实太小众只我一个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一滴沙漠，什么睡起来嗨，睡什么睡起来嗨。我这两天不是有去，就是去澳，在澳门嘛，还有出去玩，然后去吃了非常多好吃的，还录了小视频，但是我还没有剪出来，等我剪出来发给你们看。作为一个这么专业的主持人，居然没有能走进，明天我不来了。看不到 YBY 起来了，等着吧。哦，没有吃豆捞哎。明天我可以
澳门豆捞很有吗？可以吗？我重新开一下，好像有电影。我回来了，你们还在吗？是谁悄悄打我窗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敲打我的直播？是谁悄悄地走了？你们是谁偷走了我的心？是谁在跨年迷倒了我？是谁？是我小弟。想看野天草，那想着吧，我不想动。新年礼物，哎呀，裤腰好痛。新年礼物是一个 wink， 很廉价新年礼物，但是不能嫌弃，嫌弃了就再来个 wink。好痛，溃疡。叔叔从旁边走了过去，一点迷之笑容。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？我居然能有网。我连照片都发不出去。没办法，我要网好。啊，这样啊，没事。虽然我网不好，但是我没网，我今晚不用发自拍。听到没？叔叔说他不打算发自拍了。他刚刚拿了我手机，至少发一个小时的照片。哎呀，这不能怪我，我努力了，我坚持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网。你打不开照片是吗？下不下来。微笑。现在谁来了？这么激动的呀？干嘛？好傻哦！他好傻哦！他好傻哦！感觉妆都脱了，粉好气哦。妆掉完了，等一下再画吧。也是，你看我刚刚重新开了之后，2分钟8000人，是不是看起来很 red 的样子？但其实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就之前累积的。啊，九力，厉害了，好棒，厉害了！我以前可喜欢他了，我以前也很喜欢他。林姐是什么？水岛丽玲。我知道你别在我的直播说出来，要不然我要把你撕了。我跟你说，抱住，很小心点，请珍惜我直播间，拜托你，不要让我被封。我跟你说，好气啊！外边外委屈。这光真的很差，我要尝试给自己打一个光。笑死！你笑台上贼亮，你有毒吧？你有毒吧？有病！贼白。超白，无敌白，厉害了！李昭，哎，我干嘛叫李昭啊？李昭走进来，叫一声李昭来。外边的自拍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爽？没有。我觉得角落不是说墙会导信号吗？我就谁跟你讲的？谁看的？靠墙和靠地板。鬼哦！没办法，我竟然信你了！我觉得我李昭一来就卡了，你快走开！李昭有吸 WiFi， 好气啊！李昭，你快走开！我把你的 WiFi 挡。快点走开！真的卡了。
炸了，你快点走开，烦死你知道吗？你们两个别过来挡我 WiFi， 哎呀！隔壁已经是我们，刚李道真那一过来，我就卡，我的直播间就炸了。你为什么要在垃圾桶旁边？信号更好吧？我不骗你，垃圾桶可以洗，可以洗，这个反射信号你知道吗？垃圾桶。真的，李昭一走就好了。真的，李昭你有毒吧？惊呆了，李昭信号屏蔽器。你要看天草，那就让天草直播啊。又卡了吗？好气啊！我也想看快演唱会。你说我现在好困啊。你们有那个什么吗？有跟家人吃饭吗？我好想回家哦，想回家，想回家。我重新开一下，拜拜。